新奇，新奇，新奇，一起来听每日灵粮。早安，我们要今天要读以赛亚书的第50到52章。好，我要接续前几天在聊谈到的一个服事。那我们今天来看50章的第4节到第6节。好，以赛亚书第50章的4到6节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。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朵，我并没有违背，也没有退后。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如果你有印象，江秀琴牧师在这个服事第一课里面，他用了这个以赛亚书的第50章的4到6节。那他特别提醒我们，一个服人可以服侍祝福疲乏的人，成为别人的滋润供应，很在乎他本人就是一个受教的人，就是他有一个能听的耳。那在这里他前面讲到自我，也讲到自我受教者的舌头。这个受教者的舌头呢，他有解经家是这样说，他说呢，我们从神那里得着智慧，能将神的话语有效的传讲出来，而且是那个怎么讲，是一个条理清晰的来说明神的话语。另外呢，使愚蒙者呢容易理解，受教者的舌头。所以你可以跟神祷告，如果你觉得跟我一样，你觉得不太会讲话，像我常常觉得我不是很会讲，我们就可以跟神祷告，主啊，是的，把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，主啊，把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，让我会，主，我可以这样子说得清楚，说得明白，主，你帮助我，把那个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，你这可以这样跟神呼求。好像我们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，可以跟神呼求，可以跟神祷告。那第二段我想提到的就是，真的我们要能够听，有一个能听的耳。好，那个能听的耳呢，就是不管有多难，听了就会去做。不管有多难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太容易评估、考量。我自己发现我以前的我，真的我就是，我一听我就直接说不用了，我连仰望都不用仰望，我就说不用告诉我，不可能。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会开始学习去往仰望主，问主，好，主啊，这该怎么办？主啊，你怎么想？主啊，这怎么做？好，我会去仰望主，问主。真的不管有多难，好，我至少听了，先去祷告，先去仰望，先去学习试试看。这是我觉得这是我真的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调整。哇，第六节你会发现好难哦，好难哦。第六节，人打我的背，我任他打；人把我腮颊的胡须，我由他拔；人辱我、吐我，我并不掩面。哇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在服侍主，有些时候我们在讲一些信息，真的是很不受欢迎的，很不受欢迎的。可能我们真的会遭遇到弟兄姊妹可能就站起来就离开了，甚至于他可能就告诉你说我下次不来了。可是你愿意，仍然愿意顺服吗？还是你是一个怕得罪人要讨好人的人呢？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愿神祝福你，真的在服事的道路上，真的可以更多的蒙神的经历，也渴望这样的这几次的讲到服事能够对你有帮助。愿神祝福你，阿们。按赞订阅